我们来欣赏向天湖美景。来，这对妇女，好恩爱哦。哎，老板娘，这菜怎么卖啊？这个菜呀，我不卖。不卖哎、欸，老公他不卖我菜怎么办？那这位太太，你带那么多菜，他不卖，他这个菜是要回去孝敬我的小子女，我的这些大大小小。哎、欸，你看前面那个阿尚不卖我们菜、欸，我女儿抓狂了。哎呀，她想要吃菜，她想要吃菜，我要菜，我要菜，我要菜。你看这老板娘不卖我们菜、啊、生气了，生气了。你看这老板娘手上提这么多，她不卖我们菜啊！老板娘不要跑！你看老板娘走路在扭屁股啊！扭屁股！哎呦！哦！哎呦！哎，她自己脚抬起来。啊，再来！哦，自己抬起来，厉害厉害！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走快点啦、啊！跑给你追，赶快！厉害厉害厉害！走快点，对，哦，左脚右脚都会，哦，厉害。这位小妞走路都还没有很稳，就想要先走楼梯哦，啊，哦，哎，老婆鞋子掉了。我老公说这个是没有水的，没有水的湖啦，因为水干掉了。没有，它是这里没有下雨啊。走楼梯走到鞋掉了。好啦，向天湖步道。